新学的老妈妈执意要将佛台设置在背部是卫生间的地方，帮忙的同修说服不了他，就无奈帮他设了佛台。他想请问这样帮忙是否造业，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？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？对，就是他觉得那个不太合适，但是那个因为刚新修不太了解，他还是执意要这样这么设，就随缘帮了他。他这样子要念礼佛吗？要念个八遍就可以了。八遍是吧？就是我们帮人家帮忙的时候，如果那个就是那个佛台背部是卫生间的地方，这是很不好的。如果我们设了，我们也得念礼佛啊。八遍。八遍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